这边我们就要上连山。下面那个是什么村的、啊？那个我也不太清楚。道教的啦，道教的龙头山，龙头寺也是道教的没？不是吧？庙宇哦，哦，那边有瀑布哦，好山。这个是缆车站。上山最高2000多米，现在所站的位置是1200多米。这摄像呀，可是。对。在下面啊。直路啦，直哎，那个手指座叫你从里面走了，向左转，直路。连山。这个是大罗宫，大罗宫高。这个你们爬一半就大罗宫，什么宫？大罗宫，大罗宫啊、哦，对，哟、okay. ，上了，三宫殿。哇，一开一开缅甸旗的。
和睦。对。你是本地人？对。第三十比六。走过来，再走过来。这位小姐，太小气。夜市五下面那边的。站到我通到哪里？另外一边。黄浦江市，天长地久。最快的。那个是酒店宾馆，宾馆后面有一个暴富爷，是吧？哇，上面很多亭子嘞，那个栈道，我是赶上，不过没有时间，慢慢走了，不然是，这个不需要怎么去的，这个绵山是属于截休市哦 ，OK， 截休县，截休市，这个栈道很高哦，拍到了吗？栈道。看到没有？栈道，这是栈道，这是什么？后面很多亭子啊！这是什么？对，栈道最高那个也是一个庙来的啊。宾馆。我拍了。这个是所谓的抱负岩。向和尚抱着抱佛言，下面一个空一古佛，唐朝的空王古佛，唐朝时代到现在的这边有一间，下面还有一个万寿图，有没有一万个寿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在介休县，介休市。所以这边进去是后山门，有台轿子，门票好像30块钱的，刚才我问他好像是30块。对，这个是溪水沟，要进门的话10块钱，很便宜。看水沟懂吗？我们进去不是我们的水沟，它是瀑布啊，古圣兰酒，还有桥，看到吗？啊，可以了，来，我们过。没有
迎风寺，我们要去爬那个栈道，从这边开始。要你爬了一九啊，那个第几啊？慢慢算，哇，这个鼓啊，鼓楼啊，哇，上面很高。流浪在他乡，相思无从寄，一人哪在何方？没了，上了。从山上那边就下来就好了。喂，登楼吧。下面。谁给下面这边拍嘛？啊，行啊，小心。我看你吹好这个行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它有裂子的，没关系。好，扭过来一下。你说上面那个有什么针身？上面没有。长什么针？我们走了，爬那个栈道，上到这边最高的地方。这建筑不懂什么庙，我也不知道。镇国寺。镇国寺啊。凌云台啊，镇国寺。镇国寺在那边。下面上来起码25楼了。哎呀，45楼差不多。15楼就是我家乡高，哎呦，我标个标带萝卜啊，我啊拍这个招牌就好了，把那个小亭子给你拍上。其实这高度差不差高一点点了，落差是差不多，挺走过去的。没看清楚可以的，这张搭个桥搭个桥过去。好，这边过去。